一动不动怎么搞的？你这对呀，一动不动是王的。哎，别动就解裤带的我。当杨爸来到直播间，节目效果能有多搞笑？你小时候不放牛吗？有没有放过牛吗？放过牛，放过牛，有没有挤过奶？你放那么多牛，你为什么不挤奶啊？公牛啊，公牛是啊。哦，老爸有一个大事迹关于牛的。老爸以前拉驾车，驾车从下坡没拉住，啪掉下去，滑下来，滑下来，前面有个那个棍子一下捅到牛的那个半眼，对，把那牛那个牛。啊，老爸要搞个奶喝，我给老爸搞一瓶。你这玩意，你呀呀，是不是人道？是不是老爸？不是吧？你看你小孩子多孝顺，你看小孩子。老爸，我也帮你擦一下，你看那嘴帮你擦一下。哎，那个，你嘴上有黑？大杨吧！哎呀，大杨！好，先喝口水。好，就喝口水，咱们把这事就完了，好行不行？进老爸这边，快下跪。就是娘，你，不好意思了。哎，你这，老爸，你可以下去了，老爸。啊，老爸，就休息会儿啊。哎，品牌方在吗？把品牌方来。哦。这是为什么让老爸下去的原因啊？对，我又来了。啊，实打实的，看好了啊，现在都是孙子。咱们进。好。小兵，你开什么？你这怎么解裤带怎么搞的？你知道直播间你解裤带，你多少人会拿去解毒吗？别人以为你刚才在旁边干了啥？不是，他刚才打我了，打我你不解啊？好行，你。